到这鬼地方呢？是啊，悟空，小声点，别让如来听到了，小心再压你五百年。哼，听到就听到。一百年了，我忍了一百年没自己喝了，如来，唐僧今天我不醉不归。哼哼。如来老大，唐僧那小子真的来了。他该来的时候不来，不该来的时候他却来了，等得我屁股都坐圆了，先让他进来说话。阿弥陀佛，贫僧进来了。这家伙比我们自由多了。是啊，谁说不是啊？还是小弟。喂，你小点声。没规没矩，不过比我帅。那比我帅又能怎样？有我大吗？阿弥陀佛，老大你真大，从头到脚你最大。长街老大，拜见老大。老大，好了好了，马屁你们就不用再拍了。你们有没有带 U 盘？ U 盘？ U 盘你都不懂啊？那移动硬盘呢？有吗？这，气死我了！那你们就原路返回去，叫李世民加 QQ 7275。26096，我直接用 QQ 传给你们。早知道你有 QQ， 我就不会白跑一趟了。那你怪谁？哼。哦，原来美男子是他的 QQ。这么简单的基本常识你们都不懂，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找到最后这一关的。回如来大哥的话。贫僧跟三个徒弟们是靠打怪升级才走过来的。哦，是这样，那你的装备很厉害喽。